有点不稳，不要晃哦，手不要晃哦。没有看过蜡笔小新吗？啊！他应该不会看吧？你要唱歌哦？那是麦克风的架子哎。Oh my god！你说要怎样？可以配歌吗？啊，你要先练节奏啊。那现在就放。现在就不，你先练节奏再放啊。弟弟掉棒。你发生什么事？你那是手摇铃哎，他手机中毒了。那是手摇铃哎。
怎么这样子？姐姐，你不要这样哦，不然我打到你手。